千金时刻，一刻千金。卢日王将从每周的比赛中选出5个最精彩的镜头，每球千元奖金等你来拿。下面请看第10期，所有进球均来自卢日王2020赛季第10周。第5球，林睿临危不惧，三分线外向左撤步拔起就投，篮球空心入网，逆转比赛，真是大心脏。第4球，面对身高臂长的王鑫，张子阳右路突破到底，看不见篮筐却还能勾手命中，这才是球感的体现。第3球，柯宇成后撤步假动作抛砖引玉，紧接空中180度转身抛投命中，技艺精湛。第2球，面对唐浩文娴熟的过人技巧，李宝兴沉着应对，连线2记排球大爆，霸气十足。第1球，面对郝一润遮天蔽日的防守，韩焕来神来之笔背后绕球，脚力打滑的情况下无奈施展极限后仰命中，令对手万般无奈。